莎拉说，今天要让美女狗在我家玩。好好好，没问题啊。你放心，我来照顾它。嗯，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好了啊，美女狗，今天奶奶我陪你玩，我们要玩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，美女狗，你在望什么？啊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你在找莎拉。啊啊啊啊！你看你一听到莎拉，精神都来了。哎呀，我看你真的是想莎拉了哈。我现在没办法带你去找他。奶奶，哎，美女狗也在哦，莎拉呢？哦，莎拉跟妈妈有事情出去了，请我啊帮忙照顾一下美女狗。奶奶，我帮你照顾美女狗，你帮我做点心，可以吗？哎，好啊。可是美女狗好像在想莎拉了，她现在不开心。美女狗，我陪你玩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开心。等我一下哦。李玲，怎么一下就跑掉了？美女狗，不知道李玲想到什么，我们等她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等李玲，那你们呢？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妙妙狗要出发了，今天要找可以打开的东西，答对了就能得到一根骨头哦。哇哦，打开嘞！这个呢？这个可以打开吗？可以打开的衣橱，可以打开的贝壳。哦哦，这个是不可以打开的哦。最棒的野餐包包，快点来听故事哦。哇，好大的嘴巴哦！抠抠抠，小熊在家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找到七根骨头了！妙妙狗好棒哦！美女狗，你来看，你喜欢哪一个？美女狗，你怎么把娃娃都弄掉了啦？美女狗，哥哥，美女狗，走，我们去玩球。这是我跟莎拉借的球哦，有很多，喜欢吗？那走吧。美女狗，有琪琪、玲玲帮忙照顾啊。美女狗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来看看今天要做什么点心给孩子们吃呢？哦，还要准备给美女狗的点心哦。好，我来做点心。哎，那你们呢？哎，正好来，可以听一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喵喵。是谁带走小白？哟吼！让我来帮大家找答案吧。彩虹小侦探。
亲爱的小白，你在哪里啊？大宝，小白会不会只是出去散步？哎，对呀，说不定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可是门口的花盆都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怪怪的。会不会是有怪人想跑进大宝家，被小白发现了？小白跟他打架，打输了，结果小白被坏人带走了。太可怕了！是这样吗，小侦探？小红说对了，一半。来来来，你们看，这是小白的脚印，旁边的鞋印是……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你来我家做什么？我一大早就去超市买东西，回家的时候经过大宝家，我发现大门没关，所以就走过来帮忙关门。我关好门就回家了。你们看，脚印往我家方向啊。真的耶。等一下，我说的不是这边的脚印，是另一边。这是谁的？我知道是谁。是谁？哼，是是菊儿。菊儿，你们看，这些脚印往那边走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小白，大宝，快把你家小白带走。好。菊儿，小白怎么会跑到你家呢？我本来是要去找大宝的，结果才刚走到大宝家门口，小白就冲过来，我吓得只好跑回家，没想到小白也跟着我跑来了。我猜小白喜欢菊儿的爆米花。对，小白喜欢爆米花，难怪他会跟菊儿回家。爆米花，给你给你。谢谢你，菊儿。不客气。太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大家有没有需要我帮忙找答案的事情呢？欢迎来找我哟。上行驶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常常听到哎。这是脚踏车的声音啊。这个我知道，是小狗正在汪汪叫。好吵好吵。忍耐一下，这是在修马路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我知道，是有人在走路的声音。这是我在马路上听到的声音，那你呢？水果冰淇淋。美女狗，我们来玩球哦。等一下我丢出去，你要把它捡回来哦。好，我丢咯。小熊跳跳跳。喂，球喂。喂，哥哥，你不要再点了啦！哥哥，球都丢到我了啦！对不起哦。美女狗，
么没去捡球？不想玩吗？算了，那我们来玩别的吧。好了啊，刚才已经把大家的点心还有美女狗的点心都放进烤箱了啊，现在就等烤好了，大家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也不知道美女狗现在怎么了啊，我去看看。那你们呢，去看看我的好朋友贝壳潜艇美人鱼。大家来到美人鱼音乐点播站，今天有点不想听歌，休息一次好了。啊！孔玉婷，我要哭了。奇怪，为什么要抗议啊？哪里不公平了？哭什么？我等很久了，我一定要听歌。我喜欢听歌，每天都有听。我没有听歌，会心情不好。这样啊，那我休息，你们找魔镜听歌吧。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大家今天最适合听什么歌呢？玲玲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开始吧，你先。汪汪汪汪汪汪汪！啊！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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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！啊啊！汪汪汪汪汪汪！啊！汪汪汪汪汪汪！啊！旺旺旺旺旺旺旺啊！
哎，来来来，大家来吃点心啦！旺旺，哦，在玩小狗游戏啊！啊，来吃点心吧！我陪啊，他们去吃点心。哎，那你们呢？去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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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！停停停！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唱歌呢？因为我讨厌好听的声音，把它抓起来！打不动，打不动，打不动！我来！打到了！小朋友，快去找音乐魔杖来救我！找到正确音符，穿越迷宫，放在帽子门上就能过关。要找的音符种子图案看清楚。哦，这么多，是哪一个呢？哦，躲进去了，赶快找出来。嗯，是哪一个？哦，直条纹的。哦，走进迷宫，哇，带着笑容，很有自信，很棒，加油。哦，好，慢慢来，走出迷宫了。哦，赶快把音符放上帽子门。嗯哼，很棒，很快的过了第一关，赶快来救我。第二关，叮叮当音乐盒，快快快，赶快组合出正确的合唱团团员，就能启动音乐盒过关喽。第二关要有点力气哦。哦，拿起积木，哇，保持笑容，很棒。好，哦，放上去啊。好，哦，仔细找一下，啊，要对准。哦，很重哦。哇，加油。好，哦，再来，啊，找一找，然后放上来，哇，这更高了，加油，加油。哦，要转。换一个方向没关系。哦，快，很不错。这一关很累啊，加油，快要完成了。啊，加油，放上去。按下小花。耶，你过了第二关了，好棒，加油，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加油。第三关，音乐精灵魔杖，帮小骑士找到和大骑士一样的装扮，就能转动桥梁进入城堡，拿到音乐魔杖，你就是小勇士。看好大骑士的装扮，哇，好多，哦，那是什么？哦，云朵，哇，磁铁吸的好紧，对不对？哦，加油，哦，把它拔下来，两只手，好，哇，好多，哦，有几朵云？有几朵云？有七朵云。戴帽子，嗯，是哪一顶呢？好，加油，我送你。今天真是花了好多力气哦，加油！手杖要摆对位置哦，嗯，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大骑士帮忙检查一下，没问题，耶！好，赶快把桥拉好，用力。还是要用力气啊，加油，哦，走过来，哦，拿到了音乐精灵魔杖，你是勇敢又有力气的小勇士，好厉害，耶，哎呦，好难听哦，哦，接下来该我了，啊，这是什么？
是音乐精灵的魔杖。你声音变好听了。哇哦，真好听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吃饱了。哎，美女狗，你怎么都不吃点心？你不吃，我帮你吃。不行，玲玲，奶奶说那是特别为美女狗准备的，我们不能吃。对哦，她也不能吃我们的。哎呦，算了啦，出去玩吧。好。琪琪，玲玲，哎呦，美女狗啊，你点心都没有吃哎，你不喜欢啊？美女狗，我来接你喽！哎呦，跑那么快呀！讲来讲去啊，美女狗就是在想念莎拉嘛。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莎拉请我照顾一下美女狗。不过呢，琪琪、玲玲都想陪美女狗玩。他们一会玩娃娃，一会玩丢球，可惜呢，美女狗都没有兴趣。一直到琪琪、玲玲假装吵架，美女狗啊才着急地阻止两人，也终于变得开心一点。没想到吃点心的时候，美女狗啊又没精神了。现在呢，莎拉来了，她终于又恢复了活力喽。莎拉呀，美女狗真的很想你呢。好啦，美女狗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？美女狗整个都恢复活力了啊！不过在你们去玩之前啊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狗狗朋友，心情不好了会想办法让他开心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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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